捋上，还有快歌的时候一直在瘦一直在瘦，然后每天有时候还看完之后还会去运动。然后那结束之后他进了相馆，直线上升的胖，我在见他的时候脸就是这样。然后他又进组，他练网球网王，然后那会儿就又瘦了，再见他的时候。然后这阵子再见他又胖回来了，他没事我又觉得瘦了缺氧这样。对对，然后就那我觉得他还蛮厉害的，能瘦下来。欢迎来到芒果 TV 综艺频道。